What's up YouTube 还有 Facebook，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些我们常常都会发生的事情啦，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身边的朋友呢，家人都好啦，也是会发生的啦，就是躺着也中枪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躺着也中枪呢，就是你完全没有做过东西呢，人家也会赖你啊。所以这里呢就有五种躺着也中枪的情况了。 Number one 就是我们身边哦，永远就会有那一个朋友哦，常常都被我们躺着也中枪啊。尤其是呢他是那个特别受害的那个朋友，因为受害这个字我们可以形容很多很多东西了。哇 Johnson 你的衫好靓啊，我好中意啊， perfect这个还用说的吗？你以为我是 Joshua 吗？你们讲的东西我听到了。不用理他了，他是这样的了。对了啦，我们身边呢永远都会有这样子的朋友的，就好像我打多大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阿贤。阿贤，如果你看这话，你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啦。因为呢，他是一个不会玩 support 的 hero 呢，所以呢，他常常都会走命罢了啦。而他每一次走命呢，大多数的时候呢，都是会失败去的啦。所以类似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叫波波一起玩 DOTA 的时候，可是阿贤没有在，你要听清楚，阿贤没有在的啦。然后如果在我 team 走命的那个人打得不是很好呢，我们就会开始讲了，哇老伟，这个走命的怎么像是阿贤的？阿贤来的，阿贤来的。或者是呢，我的朋友阿贤很喜欢用 SF， 所以在那个选 hero 的时候啦，有人一选到 SF 哦。我们就会开始讲了，哦，先来哦，先来哦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是身边那个朋友啊，还记得连一下。躺着也中枪。Number two 就是我们的种族啦，这个呢是完全没有关系到什么种族歧视的啦。不过呢，你有没有发觉，当你和你朋友讲话的时候呢，每当某某事情发生的时候哦，我们就会拿某某种族来去形容那个情况。就给你个例子啦，好像我们买到的是 A 货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。中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回到来玩 game 的话呢，如果我们遇到很 noob 的人呢，我们自然而然，我给你三秒时间来想。对啊，就是 Pinoy。那如果我们讲到 complain 这个字呢，我们第一个东西就想到我们的邻居新加坡。对于讲到马来西亚呢，我相信大家大概知道我们躺着也中枪的原因是什么啦。假如你知道的话，记得留言在下面哦。不带那么 Number three。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啦，身为一个孩子的我呢，还有你呢，相信你们常常都会遇到这个情况的。左刷，怎么你把这个面包吃了没有关掉？对呀啦，我们亲爱的妈咪们，为什么呢？每一次有事情发生后呢，你都会直接叫我们的名字先的嘞。很多时候，真正幕后的凶手，其实就是。我们的爹地，你的老公啊！ I'm taking a nap. You wanna take a nap? I'm taking a nap here. Okay, take a nap right there then. Number four， 就是肥嘟嘟的朋友嘞。到现在呢，我们应该都知道呢，肥肥的朋友常常都会有被讲笑话的啦。可是意思呢，我们这些肥肥的朋友真的是什么没有做过呢？我们什么都会赖在头上的啦。我的汉堡包哎，已经是那个肥孩吃掉了。而大多数的时候呢，都是会关于到食物，还有烂了的东西啦。讲真的，他们本身也不想肥的 ，OK， 他们只是呼吸都会肥罢了嘛，不可以怪他们的。肥不是我想要的。Number five， 这个呢，在马来西亚非常的出名啊，他一天不能要中多少枪？就是我们的首相的老婆啦。也就是 Rushman， 不管在马来西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的首相大人造了什么东西，到最后呢，大家还是对着 Rushman 来去开枪了。纳吉有了 2.6 billion 哦，一定是要买很贵很贵的包包给 Rushman 的啦。为什么纳吉要开放 GST 啊？因为 Rushman 不够钱用嘛，所以要弄多点钱给他用呢。本来阿哥那不给 shopping mall 的嘞。好了，这个呢就是我五个躺着也中枪的情况呢。假如你们还有更多的情况呢，记得留言在下面和大家分享分享哦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个 video 啦。假如你们喜欢的话呢，哈，记得按个赞哦，因为这样子会帮到我 YouTube 很多的啦。还有呢，假如你的有朋友呢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哈，记得分享这个 video 给他们看 ，tag 他。学习 Facebook tag 他的名字。还有到最后呢，我就是要跟你们讲了，我现在是每个二四六晚上八点到十点呢，我都会在 MFace 那边 live stream 的啦，所以你们要跟我们聊天的话你啊，来吧。还有呢，记得就是 subscribe 去我 YouTube channel 啦，因为呢，我会制造更多更多的 YouTube video 给你们看啦。所以我们下一次再见吧。